所以颈痛就是气海受病，好，那胸满腹满，好，胸腹胀满，胸腹腹满的话阴，好，胸满是阳，好，那这个是什么病呢？好，那怎么阳部也问题，气部也有问题呢？阴好，肚腹阴的部分阴阳都有问题呢？其实岐伯说这就是厥逆，好，阴阳它相隔，这个胸部的阳。胸本身是阳，阳是下降的，而腹部呢，好，本身呢是阴，阴是什么？上升的，这是常态。好，那现在阳下不来，阴上不去了，胸又满了，腹又满了，哦，那这会影响到十二经的经脉，十二经的经脉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气海，气逆，好，气逆。这统称为厥逆，简单讲，厥逆就是反着走，就叫做厥逆。好，那岐伯说，这种如何去治它呢？那岐伯说，如果我们用灸的一灸，它声音就没了。好，如果用我们用针石去开它，好，一定会狂乱，因为它气本身就分隔开来了嘛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岐伯说，只有等它阴阳合的时候，再来慢慢的施治。所谓阴阳合。本来胸满腹满，那现在胸满的现象慢慢退掉了，你可以等等到气慢慢下去的时候再开始治疗，哦，那我们还有个我们有方子可以让阴阳和阴阳调和的方子，也有可以有一些方子就是很简单的方子让它阴阳先调和一下，或者是如果是没有我们气很盛的时候，这个我们黄帝内经的原则就是当他的病气很盛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如果去攻他会让他就病气还在那边，会让它正气会虚掉，好，那如果这种情形，我们可以稍微去，因为胃气是所有五脏六腑接受气于胃，这个时候你如果用一些白米饭，好，煮些稀饭，它煮得很稀，一让它到胃里面去，让它胃气强一点，好，五脏六腑的所有的气通通受制于它，对不对？然后土气生万物，好，这是很好的一种方法，好，那喝下，那这个人如果喝稀饭也死掉了，那不能怪你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喝稀饭死掉？那这是最好消化的东西到胃里面去。那你可以说我要增加点胃气，在稀饭里面放点生姜，生姜可以发散嘛，哈，让它吸收力更强。这都是不是药，而是用食物的方式，很容易消化的东西。那个小孩子出生的小孩子拿了米汤下去，他都消化掉，对不对？好，都有帮助。或者你在那边静静在那边等，好，让它气稍微平一点，好，这时候再开始动手。那皇帝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好，灸他的就声音没有了，好，用针石类的东西他发狂，因为阳气重从上，就是阳气本来上面就是阳，那现在呢阳下不来，本来阳是往下走，就要往阳回逆，造成胸腔是从阳，哦，就阳加上阳，非常重的阳在胸腔里面，那这个时候有余，上面是有余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灸一灸他阳气更上，好，就喉咙的声音就没有了，哦，如果是你用真实类的东西去破它，阳气就虚掉了。好，那虚的上面是阳，本来是从来一下瞬间虚掉，就好像气球突然没气了。这时候病人会发狂。好，我们要等到气病而治之，就阴阳合并的时候，哈，气缓一点的时候再去动手它，再去治疗它。好，好，那345页，皇帝问了。你何以知道他怀子？好，而且这个孩子会顺利的生产下来。好，哦，那岐伯说：身有病而无邪脉，摸到脉通通正常。那身感觉身体不舒服，那你摸他的脉都正常，这就是怀孕了。好，而且会顺产。好，那这因为讲这一篇讲的是腹中嘛，肚子哈，肚子里面的问题，所以包括怀孕你都在肚子里面哈，他都是一起讲。当然还有很多附证，但基本原则都出自这一篇。那我们在念金匮的时候，好，有附很多的附证，好，原则上辨证基础就是从这一篇来的。岐伯说：“病热者，阳脉也，以三阳之动也。好，人营是一盛，少阳二盛，太阳三盛，阳明入阴。这个就是我们以春口脉跟人营脉来做比较。常常我们在诊断的时候，春口脉和人营脉，我们知道人营是不是足阳明胃经过去的地方？头上有三部，就是。”另外两部都是少阳，只有一部是阳明，就是人营脉。他讲的就是
这个人迎一肾，就是人迎的脉比寸口的脉大一倍，叫做一肾。好，如果是一肾，好，这个是这个这个是好是好，太阳变成三肾，这样好，人迎一肾，少阳二肾，太阳三肾。好，这个我们人迎一肾呢，应该指这里讲的是什么？好，奇怪，我看看，应该大阳太阳，好，我翻译的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子翻译，那我看看。这个我们这样讲哈，人迎脉，我们从回头来讲，如果三肾，因为阳大阳就是太阳，就是聚阳，三阴是吧？啊，抱歉，三阳聚在一起是太阳，所以太阳是三重的脉。好，人迎脉如果大于寸脉的话是太阳，那这个阳明是二阳会，叫做阳明。啊，少阳是阴阳，所以人迎一肾应该是少阳，好，少阳二肾应该是阳明。我相信黄玲玲这里也有点错误，好，这个按照我们前面讲的，你如果按照前面讲的话，少阳是阴阳，阳明是二阳病，好，太阳是三阳病，好，就稍微诸位把它稍微修改一下，好，这个字啊，我们念，好，好，这个是称，好称。就是胀，鼓胀的意思哈，胀起来的意思哈，胀起来，好，所以说，如果太阳脉三肾，这是阳明哈，阳极的话，阳到极的话，阳会回到阴里面去哈，阳入于阴，所以病在头和腹中间来生，好，这个生胀而头痛，好，这个我们怎么讲，肚子哈。腹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现在讲的是腹中，腹部这个地方呢是属于纯阴的地方，纯阴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平常呢里面就有少那个阳，但是阳是什么啊，抱歉，好，太阳，太阳是深层，在下面是小肠，好，小肠是相火，这是常态，常态。那现在讲的这个阳入于阴，就是本来这个里面阳就允许一个这个太阳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前面的是什么，那个小肠是太阳，好，还有那个这个叫什么，膀胱，太阳。那现在阳在进入，阳在阳上，在加阳上来，好，这个阳入于阴部，好，再加进来的时候，当阳在入于阴的时候，这个上面阳一走开，阴就会上升，好，阴会上升，阴和阳永远是互相交接的，阳一走阴就会补位，那阴一走阳会补位，好，一定是这样子的情形，所以我们阴阳律就阴升阳降，阳升阴降。好，头痛，只要有头痛，诸位知道上面是阳，下面是阴，头一痛不是重阳，就是加倍的阳，就是阳虚的阴上去造成头痛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阳入于阴呢，好，并在头和腹。好，头是阳，这是反过来了哈，肚子会生田胀。好，这生胀，抱歉哈，生胀。好，所以这是阳极入阴的现象，我们如果发热发上去的时候，到头来发到头上去的时候，头很痛，结果呢，肚子开始痛，好，因为阳会回头，好，阳会回头，肚子也开始痛，这两个同时发，好，所以腹痛有几种情形，本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腹中论里面有寒，好，里面有热，还有这里面有些食东西堵到，还有一些生小孩，还有就是阳极生阴的现象，好。在辨证上面的话不是很难，好，辨证上面不是很难。好。347页，好，我们叫次腰痛论，好。这个腰痛，腰部的问题，好。这个足太阳的脉呢，足太阳脉大家都知道，从睛明啊一路下来到背后到尾椎那边，好。令人腰痛引象疾，好。下面这个字呢，好，哎，这个字我查过了哈。好，这个字念尻，好，尻。对，看《黄帝内经》啊，去查那个《辞海》。好，
这个尻就是尾椎的地方哈，背如重撞，好，刺其膝中，就是尾中的地方，太阳震惊，好，出这个出血。春天的时候不见血，那你只要记得，只要是太阳经，我们就砸好这个膝中，就是尾中的地方，好，这个是太阳症的腰痛，好。春天不见血，就是因为春天是少阳，一阳出生，一个阳刚开始起身的时候，你一放血的话，阳会好伤到阳气，好会让人家阳虚，好，所以说我们尽量。春天的时候不给人家放血的原因在这里面，因为是阳，那夏天阳很盛啊，好、哦，这好，这个就比较这个比春天好一点，好、哦，那如果是少阳令人腰痛，好、哦，我们针刺脾中，好、哦，循循然不肯往养，症状是不可以回顾，少阳是好，刺上尘骨之端出血的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我们的膝的外骨，我们叫尘骨之端出血，好、哦，这是阳陵泉的位置，好、哦，外骨独起者，那下无见血。实际上这个地方呢，好，夏天的时候我们血比较旺，好，那阳气也比较盛，那你放点血是比较没什么大碍，好，没有什么大碍。他这里是提醒，因为以前哈，这个我们的针比较粗，好，常常会放过头。那一般讲放血，并不是说扎得很深的地方就放血，而是在阳陵泉的穴的周围，你有看到皮肤上一些血脉，把它放掉，一几滴血而已，好，所以即使是春天夏天倒无伤，没有那么严重。啊、哦，不是说放了很多，好、哦。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哈、哦，即使是冬天，我还是会放点血。为什么？因为病人的，比如说哈、哦，病人腰痛，这个腰痛呢，哦，如果是这个垫部是这样子哈、哦，垫部是这样子，那病人痛到尾椎上面。你如果是腰痛在膀胱经的地方，我们在尾中就好啊，痛在尾椎骨上面，尾椎骨女孩子穿高跟鞋的时候最容易伤到那边，就下楼梯不小心一坐啊，那个尾椎骨正好撞到那个水泥点上，很痛啊。哎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我们下针呢，这是尾中穴。尾中不对啊，我这个没有在尾，就膀胱经在旁边，对不对？尾中没有用，在尾中下到承山的地方，好、哦，承山穴的这个地方周围呢，你可以看到有青筋的地方。那你发在冬天怎么办？啊，春天怎么办？我们照样放，因为痛得要死啊！你这个青筋上针，你这个那个放血针，皮肤上刺破，到青脉、血脉上刺破一点，火罐一吸，哎，痛就消掉很多了。好，这个是好，倒不是那么好，这个强烈的说好不行。好，这里讲太阳脉造成的腰痛的症状，少阳脉让人家不能弯仰，好，不能弯腰，不能左右回顾，好。有的人病人来找你说，哎，奇怪，我开车的时候不能回头看，倒车有问题啊，哦，不能回头看，少阳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那太阳经呢可以回头看，只有少阳不能回头看哈、哦，所以你要看到这个症状以后，病人跟你讲不能回头看后照镜，少阳，好、哦，阳明症呢也会让人家腰痛，好、哦，这个不可以顾，为什么阳明症也是不能回头看？阳明症呢一回头看眼睛就花掉了，哦，阳明症。好，扇杯很容易哭。好，那刺阳明的横那个横骨前三级就是讲足三里的位置。好，好，足三里的位置，好就会让他腰痛好得很快。所以三阳经，太阳就是背在脊椎位置，脊椎骨上背痛。好，少阳呢不能回头，太阳呢也不能，那个阳明不能回头，一回头眼目昏花，就简单的记这三个好不一样的症状。好，那。这个348页，好，三个阴经也有，好，足少阴呢令人腰痛，也会让人家腰痛，但是个腰痛呢阴经会引到内廉，好，引到我们的这个腹部来，好，肚子里面去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少阴症的时候，我们在内裸上面腹溜上面下针，好，那如果是厥阴，好，在腰里面呢腰痛绷得很紧，好。那刺厥阴的脉，在，好、哦、这个大指和那个次指啊，在我们那个大那个太冲的位置附近找压痛点下针，好、哦，这是厥阴的腰痛，啊、哦，这个症状呢，好、哦，病人喜欢讲话讲很多，哦，讲话这个是按照我们这个《黄帝内经》，好，那实际上呢，因为厥阴是肝。好、哦，肝和心包，那
一受伤，这个经络受伤的时候，腰部也会影响到。那病人呢？好，因为这个我们为什么讲心包？啊，心包，心包真的在《黄帝内经》的定义是什么？把心的火、心的阳呢，给包住，叫心包。简单讲的观念就是这样子：心脏如果没有心包，这个心就神就跑了，这都乱跑。好，所以它阳就没办法守在身体里面。心包膜的主要的功能在这里面。那心包膜本身呢，又落到胆，又落到什么？女子包，女人的子宫包覆的地方，好，也是心包会落到。好，那心脏本身不受病，那心包会生病的。好，那由于呢，好厥阴，好是心包很干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呢？病人善言哈，默默就是会影响到心神的方面的啊情志，所以腰痛的时候，有的人就腰痛，他就没有什么，还是很开心；有的人腰痛就善悲啊，有的人腰痛呢闷闷不乐啊，啊，还有人腰痛呢不断的重复讲话啊，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判断出来。好，那诸位呢，你如果记不得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为什么？你经络很熟。他痛，你再看他，你问他哪里痛，他指出来，你就知道，已经知道哪条筋了。你不用去管他善悲啊，啊，或者是这个多言呐，啊，或闷闷不乐都没有关系。你只要知道那个腰痛痛得很厉害，没有人腰痛的还是很爽啊，开心的说哇，好爽，腰痛，对不对？他不会来找你治啊，都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经络记得就不会变成错误。好，那个解脉这一条呢，讲的就是足太阳。然后让人腰痛，痛而引肩，好，这个时候常常会膀胱经常，常常会小便会控制不住，好，那我们针呢，好在尾中尾阳啊这些地方，好，足太阳经上面，你只要看到横脉，长到横脉就是腘中，在腿就是膝盖后面这条，啊，就是横脉，在上面有看到青筋的地方，好，青筋的地方，病人趴到，你在上面找到淤血的地方放掉就可以了，好，那再过来倒数第二行的第二段的解脉，这个解脉讲的是带脉病、带脉痛。好，那腰痛如引带，好，长如折腰状。好，这个腰折就是病人会告诉你，我这身体好像变了两半，中间一条把它分开了两半，好，上下不沟通，是带脉病。好，那我们呢治带脉的时候，好，可以在一样在这个尾中到外膝部啊，尾中啊到外膝这一带。好，也有看到淤血在这里放，好，淤血在这里放。那我们真正针灸，我们可以在灵气上下针，对不对？灵气上，好，灵气上下针也可以。好，那在《黄帝内经》里面的时候，哈，我们非常多的地方，包括疟症、疟疾，我们都可以放血来治疗。好，因为在这个针灸可以治疗的范围非常的广，那我们必须要确定，你只要看到淤脉的时候把它放掉。好，那腿上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在治疗腰痛，我平常很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跟我们抱怨腰痛，那个腿那个裤子一拉起来，那个小腿那个从尾中以下这一段上面都没有，这一段下面哇很多地方都有淤血，好，我常常就给他放无所谓啊，那手套又戴起来，这个放两滴，那个放几滴啊，多放几滴没有关系，好，你也不用去惯了春夏秋冬，其实放掉他腰就是很舒服了。然后他说哎，我痛在横腰带脉下灵气，哦，痛在上下尾中。好，我就是大部分这样做。好，同阴之脉，好，就是少阳脉，让人腰痛，腰痛好像有个小秤砣在中间，哈，聚在中间，那个浮然肿，哈，就是突然就肿起来，哈，有这种感觉，腰痛的地方，哈，那在外骨绝骨的端，绝骨的地方是少阳的地方，哈，为三尾，这个念尾，哈，尾就是我们。这个，你放一点点的血，叫做尾，好。那不要放太多，好，你只要抽几滴血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放血呢，老师就说多少拿捏，这个常常遇到问题，多少拿捏的怎么拿？你如果放血，你一开始看到是黑色的，你一看它黑的一直出来，你就不要停，一看到变成红色就停掉了。你不能放了一直放，病人脸是苍白的，好，那太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要稍微血变红就可以起来了，好。所以我常常放血的时候，眼睛在看火罐里面的血，一看到病人很鲜红，知道鲜那个新鲜的血出来就停掉，不要太过，好，把淤血放掉就可以了。
349页讲的是阳维的脉，好，阳维脉令人腰痛，痛上号扶兰总刺阳维之脉，好，脉与太阳合，好，这个端在下肩去地一指，讲的是飞扬穴，飞扬穴。实际上阳维脉痛的时候，哈，诸位好记得，阳维脉痛的时候是横着胸膈这个地方，腰痛也有，但是他会说哦腰痛哦，这个痛会影响到这边，这个整个环胸都痛，阳维脉。好，那你可以砸外观，外观管阳维脉，对不对？奇经的阳维，那可以砸飞扬穴，好，飞扬。好，那冲络之脉令人腰痛，不可以玩养，好，就是养好这个俯身啊，养身都不可以，好，就是冲脉的好病伤到。那冲脉病伤到，大部分都是举重、抬重的东西或搬家举重物啊，伤到腰伤，好，伤到腰痛，造成腰痛，这会有恶血。那一般来说，里面都会有淤血在里面，好，因为冲脉是主血，啊，这个里面有淤血在里面。这个时候我们刺呢，好，这个在这个尾中啊，好，这些地方有淤血的时候，还有我们这个膝盖外侧下方，好，你看到有淤血的地方，大部分是尾中阳陵泉啊、外膝关啊，这下面这一区阳经的地方，好，都可以放血。我们如果身上有淤血，除了我们如果把腿这样子讲，好，我们如果把腿侧看，就是腿这样子，哦，这是你的左腿，从外面这样子看，所以这个是外侧这个地方，胆经这样走嘛，哈，在外侧这一区呢，一直到我们尾中后面的尾中尾阳这一带，哦，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淤血青筋，常常会看到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有腰痛，都有腰痛。那不管是哪一种腰痛，你在这里放血，它都会有效。所以说你要去记哪边，记哪边不需要，每一个人的痛不一样。那你就看到有淤血，就把它放掉。好，我们把它收尾，简单收尾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好，那会阴之脉，那令人腰痛，这是任脉啊。好，那，这个痛上汗一直流，汗干让人家这个想吃这个喝东西，好，喝完东西又要，好，这个就又想再走动，走动它比较不痛。任脉痛的是很奇怪哈，坐在那边痛得很厉害，走动反而不痛。那走了流汗流很多啊，流汗流喝完东西，他就想走来走去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刺直阳之脉三尾哈，三个地方放血，这桥上膝下五寸横居，这个地方呢，好，讲的也是这个外侧膝盖外侧这一带，好，膝盖外侧这一带。那飞扬之脉令人腰痛，好，你看这个是肾和阴维脉，好，阴维脉呢？跟这个肾脉本身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时候发的病，好，那这个孔就是肾嘛，好，那我们刺飞扬，这个飞扬之脉在裸上内裸上五寸，好，差不多是在我们的足冰啊，哦，这一带在阴部的地，这个阴茎的地方，脚的内侧的地方，好，在比如说这个皮筋的肋骨啊，好，都是哦这一带，就上下这一带。那因为痛的经络，痛的有，比如说我们说带脉痛。那有的人带脉痛没有在后面，在前面呢，啊，带脉五十微道也是属于带脉，只有三个穴道嘛，然后带脉五十微道，他在这个地方痛，或者在后面痛。同样一条筋上痛的时候，你在脚上在放血的时候，它在不同的位置上是很正常的。好，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的，我们知道这个是承山穴在这里，那承山穴上面就是尾椎骨。那这个人撞到尾椎骨的时候，有时候痛可能在这边，有时候痛在这边，有时候痛在这边，所以他在不同的位置上会产生，有时候青筋在这边，有时候青筋在这边，有时候青筋在那边，你不能预测他在哪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他蹦哪边蹦上，我们就放血就好了。好，这也是一样，这里都讲的都是放血的治疗方法。好，好，这个苍阳脉就是督脉，好，督脉，还有督脉呢，这个令人让腰痛，好，痛隐的胸部，好。目视目眼目昏花，甚则痛的时候人都会反折过来，往后翻，舌卷不能言，讲的是肾。所以这个苍阳之脉这里讲的是肾脏和督肾脉肾经和督脉的，好，合并的一种腰痛。那舌根呢，好，舌尾舌的下方津津欲咽是落到肾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刺内经，两就是放两个地方放点血，好，内
脚踝内种大筋上面。诸位呢，看到这些的东西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原则。这是临床上我们一天到我在美国一天到晚看到，这个膝盖以下很多的淤血青筋的地方都有，病人都会有不同的腰痛，几乎都会有不同的腰痛。这是你给它放掉，好，这个放掉都没有关系。这个跟静脉瘤不一样，静脉瘤的时候那个它整个血行那个整个血管壁好像那个蚯蚓一样，哇，很粗壮脉讲，你不要在不用在上面放哈，我们有很好的药物。我们讲的血脉就是你可以看到皮肤白白的，哎，突然一条青筋横逆出来，那就是血脉，好，这个可以放的，好，放掉，好，那这个35页呢，好，这还是继续前面的哈，也是这个腰痛嘛哈，这个这一篇讲的就是腰痛，我们如何治疗腰痛，好，那个善脉呢，足太阳经呢，好的别脉、细脉、络脉的那个孙脉的好络脉的地方，善脉。也是会让人腰痛生热啊，因为在不在主筋上面啊，这个热则生烦，腰下有如横木啊，横的木头也是梗在中间。那严重的话，小便失禁，好，你看也是在这个尾中这个膝盖这一侧外侧这里呢啊，找淤血来放，好，那肉里之脉令人腰痛也是不可以咳，一咳的筋抽挤哈，筋我们筋呢管的是。这个肝脏肝主筋，好，那这个是也在太阳之外上完绝骨之后，都是在这一带，看到没有啊？都在外侧这一带，好，那阴经的阴维脉只有阴维脉在内侧的地方，好，内侧的地方在，好，好，那这个中间呢，腰痛第350页倒数过来第六行，好，等于是第二段，腰痛上寒，好。是足太阳阳明，上热是足厥阴，这个是我们讲寒症的时候，出现寒症的时候我们是阳经，好，热症的时候我们去刺阴经，好，这是阴阳，好，这个相通的一种现象，所以我们阳病治阴，阴病治阳，左病治右，右病治左，好，这都是针灸的好原则，所以寒症的时候我们刺阳经，好，热症的时候热痛的时候。我们吃阴经，病人真的会告诉你哦，我这个很冷哦，冰冷的痛。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寒症就要吃阳经，哦，有的人就是热痛，哇，那好像滚水烫下来一样，啊，热痛，哦，这时候就要吃阴经，好，哦，那同样都可以在委中后面的地方找到。所以我们常在针灸大成里面后来就讲到腰背委中求，哦，所以腰背的痛大部分在委中上面，这个委阳哈，哦，阴谷这一带在上面找淤血的地方放血，好，哦。这一段下面也是哈，都是讲，哦，这个腰痛，好，哦，那后面呢，刺尻，尻就是坐骨的地方，好，哦，那在脸这个352页哈，哦，这个腰的尻位的尻交的在坐骨交接的地方呢，在两个刻，这个上面那个骨一个果哈，哦，我们念刻，在一个肉叶一个身，我们就念身，好，哦，身这个刻讲的骨。屁股的骨，哦，讲的是骨头，屁股的骨头，好，哦，那这个身呢是夹脊，哦，夹脊的这个里面夹在脊椎骨，好，哦，脊椎骨下来，嗯，夹脊的两侧，好，哦，这个叫做身，好，哦，那什么叫越以越生死为尾，好，哦，这个尾在这里呢？就是我讲过，除了放血以外。